到美综合报道，中国综艺节目《中国有嘻哈》先前播出后一发热烈讨论，近来将播出第二季，并改名为《中国新说唱》。日前举行记者会，邀请 MCHOTDOG 潘伟版、邓紫棋等人担任制作人，超强卡司让粉丝相当期待。参与艺人意外引起陈冠希不满，气得指 MCHOTDOG 的 iPad Gram 像，在台上的都是 Bitch。MCHOTDOG 昨17日在 Instagram 贴出中国新说唱记者会的照片，语带兴奋表示，先别管什么制作人实模说唱了，晚上先一起去蹦个迪吧。陈冠希看到后在留言处留言 Rapper 哈哈哈，你是说在台上的都是 BITCH 不是 Rapper 对吧？陈冠希去年曾和欧阳靖受邀至直播节目聊嘻哈，过程中主持人口误将某饶舌歌手名字念错，他毫不留情面当面狠呛，不要再假装嘻哈事实，莫你没做功课没资格来采访我，暗讽主持人对嘻哈音乐的无知，现场气氛降到冰点。没想到此次又在 MCHOTDOG 一个人 Instagram 留言响声，又网友好奇询问怎么不减脆加入节目，他直言我不作假。陈冠希资料照，记者王文林社。陈冠希致 MCHOTDOG 的 IG 响声，白色自 iPad Gram